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我是毛毛，今天要来到我们每个礼拜大家最期待的夫妻对决系列啦，耶！上一次呢，我彻底的展现什么叫做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啊，爽啦！这个手机呢，过了7749天，终于回到我的手上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人在地上在那边抽搐了。本来应该是要让你抽搐的，现在变成我在抽搐啊！耶、yeah ！这一次呢，我想到了个新玩法来对抗你了。什么？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新玩法？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第一人称射击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等一下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射击游戏的玩家骄傲啊！好啊，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去看一下啊！来，好嘞，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游戏画面，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地图呢？就是我今天要跟毛毛的决战场地啦。为什么是一个堡垒？因为我是人类，我要有一个堡垒，感觉像那种守城战的感觉啊。哦，对哦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只有一条命哎。对啊，我就一条命哎，你有那么多条命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呢，我跟毛毛要来挑战5战3胜。5战3胜，好好好。上次6战呢，有那种平手的机会，5战3胜就怎么样都一定会有一个胜家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等一下我会在里面摆一些武器，然后你在外面摆怪兽，我在里面守城这样子。这听起来对我来说蛮简单的，你完蛋的啦。没有啊，不然我们来先示范一场，这一场我们先不算胜负，让大家先确定一下这个怎么玩嘛，哈。好啊。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这个，我这边有一个现代人类，这边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决定一下我要站在什么位置，我就站这个地方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决定我的武器，像这个弹药，对吧？像这个有散弹枪、手枪跟步枪。我们先试试看散弹枪好了。哇、wow ！我们先把散弹枪放一些子弹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哇靠！子弹放多一点，不然等一下怎么打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边放个弹药，弹药放过了，我们放个武器，好不好？就放个散弹枪在这里就好。然后我们队伍二呢？就是你的这些怪物啦。好，我们先简单来试试看，我们来用个狼人好了，2、3、4、5、6，6只，那我就来对抗他们。那我等下开始之后，你看我马上赶快来按 F， 哎、欸、我 F， 我赶快赶快，哇！吓死！我被吓到，好恐怖哦！哇！这个模式有点 hardcore， 哎、欸！哇！好惊悚哎、欸！我死了、欸！我靠！哎、欸，这没有那么简单呢！我靠，哇，这没有那么简单呢！哎、欸，你连拿枪都来不及，你就挂了呢！真的，我拿枪都来不及就挂。我等一下要开始前，我就要先在按这边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不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场要来先测试，你先用个1000块好不好？然后你尽量不要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类，不然我刚要跟人类打架太辛苦了。哦，我用怪物跟你打。好，啊你。弹药不先放吗？我要先看你放什么角色，我再放嘛。好好好，1000块哦。哎、欸，1000块，1000块，我觉得可以放很多哎、欸。啊，不然先500块好不好？先500块就好。500块，对，500块，来这一场先500，你不要放人哎、欸，你是500是吧？甚至不啊，你是不讲武德啊？当然不讲武德啊！你这不讲武德哎、欸，你可以放个。九头蛇，第一场你就放九头蛇，500块，耶、yeah ！我还有300块，我还有300块，太夸张了吧？哎、欸，用5只就好，好不好？不然太多只都打不赢。5只，然后500块以内。好，500块以内，5只以内，500块以内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看一下。你要对我仁慈一点啊！哈，啊、你说好射击游戏玩家的骄傲嘞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我有说过这句话吗？不管啦、啊，赶快，你先赶快放。哦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要用龙系，哎、欸，这个啦，三角龙，对啦，肯定输的啦。一、二，哎、欸，400哦，3，好，来换我，我第一场就要打九头蛇跟三角龙，这真的是不给人家游戏体验呢、欸。我觉得我站在这边会好一点呢、啊。好，就看你这一条命，就可怜你一下吧。对，你必须要可怜我一下。那我的这个弹药呢？我试试看，我先用个手枪、步枪好了啦。步枪，我步枪弹药，我先放后面放一排。我看攻城战就是要躲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武器呢，我就拿一个步枪放在这里。这边的子弹数应该够打你了。可是你在城墙外，你要怎么拿、啊？我跳下去啊，跳下去拿、啊。那你就城墙有什么意义吗？先挡你一波啊！哈、啊，
懂不懂战术啊？来咯，好，那我们第一回合就准备开始哦。等一下，哎，怎样？你还没说要读什么啊？今天？欸、靠，对耶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样东西对你非常重要、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是很爱喝饮料啊？你是不是没有一天喝饮料你就会死掉？当然啦、啊，台南人不喝饮料还算台南人吗？今天要是输了，谁就禁喝饮料三天。什么三天？没错，水以外的任何一滴饮料都不能碰哦。虽然听起来很健康，但是我不要。你不要，那你就想办法赢我吧。啊！各位，今天如果你们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留言的就是小光这一队的，你们留一个言呢，毛毛就禁喝一个小时啦。靠，一个小时哎、欸。那如果你点赞的话呢，就小光。就是因为赞比较好点嘛，第一个赞呢就是小光禁喝十分钟啊，所以是按赞越多我就禁喝越久，这样好像我很不利耶，为什么留言是一个小时哦、喔？哎、欸，留言比较少啊，赞数比较多哎、欸，啊，快赞刷起来啦！赞刷起来吗？赞刷起来，那你们留言刷起来啊！好的，各位记得要在置顶留言刷留言好不好？不要在下面的留言再刷了，留起来就好了，我们就算那边的。好不好？留在外面就不算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开始 ，Ready Go Go。等一下，哎，赶快捡武器，捡武器。OK， 我只有300的血。哦，来了，我要捡武器。OK， 哇，绕起来。这压迫感好恐怖哦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的子弹够吗？啊！不要 ！No！ 耶！大家读起来、欸，一定是小光赢啊！帮我通报动保团体啊！虐待动物啊！还虐待动物啦！哎，九头蛇算什么啊？哎呀，九头蛇算什么啊？哦、哎呀，你有没有整天原地不动啊？原地不动一秒，我被咬起来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再对你残忍，对我自己残忍了。三角龙，怎么说？三角龙，好可怜哦，被挡住了。三角龙，三角龙怎么说？赢了，各位，第一场小光获胜。这看起来很残忍哎，哪有很残忍？怎么会残忍？结束，好，来，各位，事实证明。我现在拿步枪是打得赢这几只的，来第二回合让你强一点好不好？让你来到1000块，1000块要完蛋了，1000块，好来吧，1-0啦，各位，毛毛要准备禁喝饮料啦，爽啊！我看一下，我发现我应该要用那种可以远距离攻击的，远距攻击太卑鄙了吧？来吧，我顺便艾莉，我靠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太卑鄙了吧？我顺便问一下各位啊，你们喜欢喝饮料吗？你们到底能忍多久啊？如果这个饮料就是只有水以外的任何饮料都不能喝啊，咖啡、可乐啊，或者是手摇杯，全部都不行。喂，同学，你这太夸张了吧？哇塞，你说1000块不是吗？哇塞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我要输了啦！啊，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哎、欸。你还是耶、yeah! ？长颈鹿是能怎样啦？ Yeah! 好，来换我，我觉得我子弹要多一点。这子弹不行，这样怎么打得赢？我觉得太多支了，我要放点神奇的东西。我看看啊，我必须加一点武器。我把武器放个，哦，这个冲击波看起来好强哦。哎、欸，那林远怎么能这样？哦，不然，我拿散弹枪嘛，好吧，我拿散弹枪，然后 FPS 的弹药，我的弹药再多一点，这个散弹枪的弹药也多一点。OK， 好，然后放在各地。撒落各地，太多了吧，步枪也要一些，不然怎么打得赢啊？好，各位，第二回合赌起来，你们觉得小光会赢过这个大象军团吗？如果会的话，记得加一啊，那不会的话加二啊。来，第二场 ，Ready Go！ 哎呦，太扯了啦！杀我的艾莉们！哎，这太扯了，同学，你这太扯了。很扯，他直接打到我，直接就扣血了。哇，你剩128滴耶！完了！大家加油！再揍一下他就挂了。先累积一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他们在扣血，他们自己射到自己。哦，我躲在这，躲在这，躲在这。啊！
欸，远距离太扯了啦，远距离。你输了。远距离太扯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远距离？然后你一千块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我不用远距离，那你。你要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摆任何在这个塔以外的任何一个位置，除了这边，好不好？这边是我最后的堡垒，你可以摆这边到这边，好不好？我的退后路线。哦，你说我可以围城就是。你可以围城，不能远距离攻击啦。不行啊，你至少让我一支远距离吧。如果一支远距离，好不好？一支远距离我会接受。那我就火箭台离我放置。这太卑鄙啦！现在1-1，哇！嘿嘿嘿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嘞，我看一下哈。我觉得我必须放一些人类，不然我会输哎。好不好？不然你给我100块的，你给我。你给我200块的人类好不好？给我200块的人类。哦，你说你想要一些你的我的小兵，不然我一个人打不赢同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需要同伴，好不好？好，骷髅战士，好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一样呢，我要放一些人类帮助我。可是你只能放普通人类吧？好，我放普通，不能放那种洛基之类的哦。我不放洛基，我不放洛基，我放射手，可以吧？200块的人类，我让他们在里面保护我。OK， 好多人哦，我好多人，我老天啊，低啊！各位，第三场200的古弓箭手跟这群可怕的怪物，第三场小光到底会赢还是输呢？那我们就开始了 ，Ready Go！ 哦呦，哎呦，先捡枪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靠，我先把你的艾莉给干掉。艾莉去死！啊，完了！场面太混乱了吧！我的血！他在咬！我的！他在咬我的！哦，好恐怖啊！他头上都是我的弓箭。完了，我的小兵都死光了！不要！走开！不要靠近我！有了！哇，我是血剩89，我的血剩89。OK。好可怜哦！他们困住了。你再慢慢射他，你看有机会射死。好贱哦！哪有贱啊？怎么我的子弹有点不够哎？我的子弹300发，可以。那个艾莉还在那边。哦，食尸鬼！哎呀，干嘛？哎呦！啊？ MVP 火箭艾莉！什么鬼啊？我怎么又输了 ？Oh my god！ 我要改变战术，我觉得。你们太可怕了，我决定要放一些强力的武器，然后还要改一些人呢、啊。我觉得我这个人呢，我决定要把我的人放在哪里好了？放在这里好了，好，这里。然后我要让我的枪呢是这个榴弹发射器啊。靠，听起来很强哎。榴弹发射器肯定要有的，再加一支步枪。然后我的弹药呢，我要洒落四处。我把我的弹药放在各个地方啊，各个角落啊，榴弹发射器的弹药放起来，好不好？周遭都要放些榴弹发射器，有点多哎、欸。哎，拜托，你们那么可怕，对不对？再放点弹药 ，OK， 弹药，我可能都活着走不出这个地方嘞。OK， 好，那我的人类呢？我觉得我需要一点强力的人类，200块实在是有点不足啊。不过我必须放一些，必须要放一些人类帮助我，啊，放外面支援我，好不好？哎，超过了，那就让我的这个弓 A 子也不够，啊，不够，不然就比例吧。愤怒的桥 ，OK， 好了，这第四回合你们觉得我们办法获胜吗？我们的人故意摆闪一点。这已经不是守城战了，这是逃亡战啊！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觉得放在这边好危险哦，不然我调一下我的人类好了。我觉得城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安全嘛，不然我们放外面一点好不好？你以为我要守城吗？错了，我没有要守城啊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卑鄙光之柱，我一定要卑鄙一下，你那个怪物看起来太可怕了，瞬间我就会死掉啊！好，我就在这个位置好了，就这个位置，我有桥的保护，好不好？桥保护我 ，Go！ 先捡好武器，桥你要保护我啊，桥！我要射死他们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哦哦哦！可以！
我的武装力量，加油加油！哦呦哦呦呦！我靠！我榴弹发射器，哇！榴弹发射器爆炸很痛哎！咻！加油啊！我的艾莉！咻！我的艾莉，我怎么打不到艾莉啊？哎，你们家艾莉有点强！啊！不要，艾莉不要打我！艾莉打不到我，嫩逼！我还有人吗？耶！不，完了！现在是3-1吗？没有错。那我不就输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次换我对你仁慈一下好了。哎呦，你要仁慈我？如果你下一场赢的话，好，就可以那个败部复活赛。哦，败部复活赛吗？对，就是如果你赢的话，那我们在这次加场加个第六场，然后第六场的分数是2分，这样。哎呦，这次换你仁慈我，那你完蛋了。你知道对我仁慈的下场是什么吗？好，我先把子弹摆满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权利换一下，还是不行？你要再换啊？好啦，对仁慈一下比较好了。好，让我来一个败部复活吧，拜托了，这个太扯了啦！啊，射我一下我就死了，我的这些守备人员根本打不赢。相信我自己 ，Go！ 脆弱人类 ，Go！ 拜拜！可以！我这次一定可以！我先帮忙干掉他，我帮忙干掉！哎呀，完了！哇！同归于尽哎！可以！我的艾莉呢？艾莉，先把艾莉干掉了！艾莉，硬到艾莉里亚卡住啊！败部复活怎么说？败部复活怎么说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我好！骷髅。冲很快嘛，骷髅兵怎么走路怎么快？没死哎，没死就死吧。我靠！哇！看我榴弹发射器，发射！有！榴弹发射器产生这个效果十分显著。我靠！要死！我的血量有点，我血量有点母汤。你在虐待动物哎！掰咖，看去，掰咖龙，起来有点掰咖、欸，掰咖龙去死吧！哎呦，艾莉射他、啊！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我砸到旁边的砖块，你被自己砸死了！啊！那这样你怪不得人喽，你怪不得人喽、我的 FPS 的骄傲，哭啊！那不是我又在净喝饮料了吗？没有错啦。No！ 大家看到了，我有对他仁慈哦，哈，我有对他仁慈的哟。各位，这一次又是小光的惨败，我还以为 FPS 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原来砖块才是我最大的敌人啊！你看，你拿来保护自己的东西，竟然是你最大的阻碍。好，那我下次决定要复仇，在这之前我要来净喝饮料了。这很健康哎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又是一个惨烈的失败啊。爽啦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小光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干，要净喝饮料哦。